机会来了，听见没？你们主任都说了，大家赶紧把四只拿出来，我们就收了。哎，行行行行，是我家的，两家，先收我家，收我家。哎，你说你说你说，你给多少钱嘛？到底买多少钱？先说好，多多少钱？6毛。6毛，说好了啊。6毛，那咱先收。咱家收，算我家，那我家，那我家，那我家。不是我说牛二，你也说两句话呀，到时候赔钱你家也有份儿。说啥呀？咱得想办法。 把这个事情给弄大了，你知道吧？弄大那是以后的事儿，咱们说的是目前跑题儿了，我的同志。佳蓉，爷，哎呀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佳蓉，回来啦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哎，不是说过两天回来吗？今儿咋就回来了呢？不是怕你担心吧，没提前告诉我。